你有同意金秀来无举手？同意哦。就会同意啊。无同意举手。好来。当地农民伫公听会顶，是强烈表达出因反对精密科学园区的心声。抗议啦！抗议！抗议！抗议！因为我租金吼，拢有纳，啊，既然有纳的心思，安尼用占用两个字，这是不合理啊！民国99年7月份的时候，马总统下命令给吴院长提示，保定特定农业区不能设置工业用地。今天竹山温泉段这段土地是特定农业区，我们坚持反对设置精密科学园区。为了要提升南投县的整体发展，南投县政府在民国99年就完成精密科学园区的初步规划，最后因为在德山规划的地点交通比较较方便，所以决定在三中里大约90家农地来设立园区。不过算是受到当地农民强烈的反对。县政这边吼，爱注重着咱农民，因为咱过去伫咧上树。已经都来征收咱三重里一届这个土地，你这个若果征收了后，咱三重里遮的农民完全拢总无迄个土地好征收吼。今日南投县政府是来到德山镇公所召开公听会，毋过农民知影家己耕作几十年的土地，就得要去予征收，不满的情绪是全部表现出来，甚至还去提出抗议的白布条，而且伫公听会才拄开始举行30分钟左右，农民都因为愤慨不满的心情纷纷离开。开这公听会的意义吼，感觉拢足含糊的，根本拢无为农民吼来设想。开这公听会根本拢无意义啦！你政府你的条件同无讲啊？你政府你感觉讲无你条件提出，你一边5万块，你如果一边5万块，我马上给你啊！虽然这次公听会举行了并无顺利，不过南投县政府是再次强调，开发这片土地将会带动提升县内的发展。关于补偿的相关措施，县府目前嘛正在研究当中。其实这种精密科学园区最主要是连接我们高等研究园区。所以希望我们下一代的子孙，大家都有工作做。县政府才做这种规划，当然县政府还是要回应农民所表达的，就是农保身份的确保。那未来有必要的话，县政府会去承租，或是由农民来承租国有林地，或是国有地来做耕作的动作。官府是希望农民会当好好协调，提出意见甲看法，以达到双赢的局面。不过农民是认为，伫官府提出相关补偿的措施之前，召开任何公听会，拢是无意义的动作。记者蔡宏凯采访报道。